给我。先这样吧，有什么合适的，他通知我。大家好，哎，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。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我是来试镜的。今天的试镜已经结束了。哎，小兄弟，哎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第一次是我情绪的问题，我知道一个演员不应该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，但我已经调整好了。 要知道你现在变成这个鬼样子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你留在那个破房子里，让日本人一刀一刀的剐了你，你才会知道你在跟什么人做事，你这个没有骨头的。 表演结束了，我觉得很像罗文威啊。是，是有点像。你的罗欧很有可能要被这个小柯基给取代，有没有后悔？还不如我来上。哎。 那咱们就说说吧。我还是觉得那个唐晨不错。虽然他错过了第一次的表现机会。唐晨？嗯，刚才第二次的表现确实还不错。但是我觉得啊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选手第二次的超常发挥，就忽略那些第一次时期同样式的很好的演员。我觉得这样对他们不公平。何况我们也不能只看现场的感觉，对吧？我们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。 毕竟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爆款，所以相比之下呢，我可能会更倾向于76号和53号，毕竟他们在戏不错的同时，背后还有着他们自己的资源。我说的话大家应该懂吧？杨翰，你觉得呢？这定唐晨吧。杨翰，如果我刚才没记错的话，海选的时候你是反对唐晨的。那你这样现在改来改去，你让我们这些评委。 有点难堪啊！10分钟的时间可以进步这么大，这说明他第一次的表演也许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。至少这一次的演出说服我。况且，如果是要选演，我们只考量演技，什么资源什么的，粮食也不缺，你说是吧，王总？那个，其实我觉得啊，唐晨第二次的表现确实很惊艳，他跟第一次完全就不像一个人一样。如果 他一直能保持这个水准的表演的话，我觉得完全 OK 的。但是，我还是有点担心。那目前为止，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比他更合适贺成吗？那你要非这么说的话，他也真就是这个唐晨崔合适。好了，咱们就定唐晨吧。希望这个唐晨不要辜负你，杨总。毕竟我们把这么重要一个男二号的角色交给了他。如果一旦出了什么问题， 我们可负不了这个责任。他是我定的人，如果出了什么乱子，我自会负责。
结果怎么样？那还用说，我可是靠我的演技和颜值碾压了所有人。哦，嗯，哦，那肯定没问题，就你的演技。哎，可是你白天怎么就出来了？是啊，我也奇怪，白天出来还是头一回。哎，怎么我你就不关心了？别提了，就你那宝贝妹妹，她出门之前紧张的跟什么似的，所以啊，需要我来力挽狂澜了。是，专业坑妹30年，你也不看看啊，你什么人，她什么人，让她女扮男装去演戏，她也厉害，还接了。你们这对兄妹啊，服了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也没办法啊，我只有回到那个剧组，才能见到我出事当晚见过的所有人，才能找到线索。哇塞，这句话你妹出门前刚刚说过。不过名侦探柯南先生，你得先拿到角色呀。我有信心，贺成本来就是我的。你好，当晨，我是央视集团的工作人员，现在正式通知你今天到命与者剧组时装。时装？我的意思是，恭喜你，你已经通过了命与者的海选，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了。我选上了？对，你选上了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我选上了。我选上了，哥，我选上了，竟然真的是我！哦，曲曼，曲曼，哎，我选上了，我选上了，选上了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选上了！真的，真的！这世界上还真是傻人有傻福。那还不是多亏曲曼老师不辞辛苦地把我打造成男人吗？我这样的表演都能被选上，嗯，我真的就是个人才。失忆了吧你？昨天明明是罗欧替你面试成功的，就你那两把刷子能够过？剧组都不看真本事的？什么？你昨天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罗欧了？哦，对啊，我好像的确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了。罗欧不都是一般晚上才出现吗？那照你的意思就是罗欧出现了，帮我面试成功了？反正他是这么说的。后来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就去了呀。哎，但是怎么想到杨汉竟然是评委之一，我看到他我就特别紧张，然后我就没发挥好。后来我就觉得自己没戏了，我就跑了。嗯，跑了？嗯。你也太有出息了吧！再然后呢？然后，哦，我就碰见梁锦瑜了，他就劝了我几句，再之后我就不记得了。梁锦瑜也来了？嗯，那十有八九你就是那个时候变身的。可是我在想，之前他出来都是晚上，现在怎么白天都出来了？嗯，要不然这两天你留意一下他出现的频率，说不定呢，你触发了某一种切换机制。你以为这是电视剧呢？啊，一招然后就变身了。切，我这是关心你的病情，谁知道你第几期了。哎，这个人是新人吗？看好像在哪个戏里见过。哎，长得好，命就好，以后无名小卒都能代替罗欧了。不会又是庄武夫的人吧？之前负责罗欧的不就是庄武夫吗？但结果怎么样，还不说要解约。好了好了，聊别人八卦，把自己聊那么丧干嘛呢？唐晨，唐晨，唐晨，啊啊，该化妆了。哦，
你好，唐晨。嗯。我很欣赏你这种冲劲的性格，但你要记住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的。那天你第二次的表演确实打动了我，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第二次？哦，谢谢安哥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。杵那干嘛呢？换衣服。哦。你要在这里换衣服吗？不然呢？好，那我去卫生间。你在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该不会害羞了吧？我是怕打扰大明星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我还有什么？我什么没见过我？那脸怎么那么红？很热吗？啊，热，特别热。我年轻，火力壮嘛。还不快去换衣服！杨翰，那个有女生在，我换衣服不方便，我先出去了啊。你好，多买了一杯给你喝。谢谢。没关系，大家都这么久的朋友了，当然是我了解你啊。你还要换衣服啊？那我也去，我们一会儿见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好的。挺有模有样的。是吗？谢涵哥，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唐蜜啊，唐蜜，你可不是来演戏的，别忘了调查。那个汉哥，罗欧到底怎么了？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，你不需要知道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虽然已经得到这个机会了，但是还是要感谢他。所以那天到底怎么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就是好奇，好奇而已。那天发布会之后到底怎么了？发布会那天很正常，他离开之后出了车祸，就这样。这么巧吗？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巧不巧的。哎，不是，那这种事情一般不都会有什么仇家什么之类的吗？仇家？电影看太多了吧，哪那么多阴谋论。仇家没有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天你干了什么？几点走的？发布会结束之后，在酒会待了一会儿就走了，并没有久留。是啊，你那天的确走得挺早的。的确。你怎么知道我几点走的？你刚才说的呀。那之后呢？你去哪儿了？哪都没去。你哪那么多奇怪的问题啊？因为我是侦探爱好者啊，福尔摩斯啊，金田一什么的，都是我偶像。脑子不用在正经事上。唐晨，该你了。哦，来了，那个汉哥，我先出去了。你好，我叫唐晨。哎，
小开心，哈哈！哎呀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！看见没有，这个就是顶替了我们的男二号。哎呦，这么一看，你还真矮哎，长得跟豆芽似的。你说这个人怎么就能够顶替我们罗欧呢？就不能先放过我吗？这个你可要问制片人了，人又不是我定的。哎，你那天的表演我也看了，是有那么一点点罗欧的意思了。看见没有，这个可是罗欧的脑残粉，小心他戏里欺负你。罗欧是不可替代的，而且我也不是这么不专业的人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我和他谁帅？他帅。看到女人的好胜心真可怕。你帅，你帅行了吧？哎，哎，唐总，我和他谁帅？那个，马上要拍摄了。哎，懂了，你回答我啊。唐晨稍微放开一点啊。啊，放开一点是吧？看来没了罗欧，央视娱乐的水准下降了不少啊。只要夏小姐不要因为个人感情而影响到自己的演技，那么其他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。告诉那个唐晨，跟我对戏的时候别掉脸，要想顶替罗欧，他还潜着呢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我没有办法转达。也对，毕竟唐晨是你的少爷杨汉千挑万选出来的，是组委会选出来的，没区别。那个大家久等啊，咱们直接开始啊，就从那个重头戏开始。浩英跟杨汉的能力我心里有数，今天主要是跟新人碰一下，帮唐晨找一下弟弟的感觉。那咱们就从贺成晨弟弟这段开始。唐晨，好就来啊。乐田坊山阳路340号那个老胡同，傍晚的阳光总是斜洒进来，三兄弟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沿着三层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唐晨，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人物情绪啊。第一，你是二哥，不是二姐，啊，这场戏是久别重逢的戏，炉子里温着小酒，你们三个兄弟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到这儿。你是想让大哥加入国军，大哥是想让你们两个放弃国仇家恨，好好的活着，啊。还有就是，咱们是谍战戏，不是谈恋爱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尝试的可能是感情戏的演法，就是兄弟之间也会有感情的，对吧？是感情戏。岁月的沧桑，命运的渺小，对吧？家破人亡，兄弟反目，为了活着，为了国家，他们每一个人的人物性格都很复杂的，但是你现在这个情感就太单薄了。对不起。哎，没事啊，不用紧张。不过就是让这些大腕呢，用他们非常珍贵的时间来给你当陪练的。我再来一遍吧。来吧。乐田坊山阳路340号那个老胡同。等等，你看。就我刚才跟你说的，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这个人物的话。好，先休息10分钟，跟我出来。
门带上。对不起啊，耽误你们时间了。角色是一道选择题，你不需要选择成为罗欧的替代品，也不需要选择成为你印象中的某一个形象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，并把自己放进自己的故事里。你有没有亲人？表哥、表姐、弟弟、妹妹？我相信你总有一个让你割舍不下的人。有，我有亲人。所以当你演不下去的时候，记住戳一戳自己的软肋。哎呦，小少爷回来喽！来来来来，大家要继续给他当陪练呢。大家调整好了吧？嗯。行，好了，接下来来。乐天坊，山阳路340弄，那个老胡同。傍晚的阳光，总是斜洒进来。我们三兄弟最喜欢做的事儿。就是沿着三层楼的楼梯扶手滑下，还不明白吗？我不是贺成，我是你哥。我哥，证明给我看。停，有进步啊！可以可以啊，来，那我们直接往下来。谢谢。老梁，谢老梁，我要再争取一下。好，下面这一段，哎呦，这段可是大戏啊，唐晨，我要激情，一定要给我激情啊！来。你不姓欧阳，我也不姓贺。你不姓欧阳，我也不姓贺。你不姓欧阳，我也不姓贺。再来。你不姓欧阳，我也不姓贺。再来。你不姓欧阳，我也不姓贺。你不姓欧阳，我也不姓贺。再什么都抹灭不了我们是兄弟的事实。再给我，再来。你不姓欧阳，我也不姓贺。再什么都抹灭不了我们是兄弟的事实。别忘了，你姓刘。梁总，我们聊两句。去我办公室吧。梁总，为了咱们这个戏好啊，我这有话就直说了啊。唐晨现在这个状态你也看到了，我觉得他太不稳定了。如果他一直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还不如就76号和53号当中选一个。唐晨是经过海选所选出来的演员，他的实力是透过粉丝还有评委们的共同认可。这要是到了片场，他不断的 NG， 我再给他调。这个时间成本太高了。这个问题不需要你来担心。好的，姐，我知道了。嗯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你怎么来了？奉旨来看你啊。太及时了。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的关心。我现在可以说是身心俱疲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失望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就在刚刚，我被欺负了。谁敢欺负你啊？一个白痴，一个被海选上来的白痴，谁知道他是怎么选中的？一点戏都不演。浪费我宝贵的生命，就他，我现在都无法忍受他自己抢我的空气。你最好变得专业一点啊！啊，
这里的空气瞬间变得非常的清新。不姓欧阳，我也不姓贺，但是什么都不能抹灭我们是兄弟，但是什么都不能抹灭我们是兄弟的事实。别忘了，你姓刘。不姓欧阳，我也不姓贺。啊，什么什么什么词儿？是吧？嗯，自己演技差，也不能怪别人。要不要吃巧克力？我有个好朋友啊，每次心情不好，都会吃它。啊，全给你。都给我？家里还有很多，而且他最近没办法吃了。你的好朋友是罗欧。嗯，我最近在想，如果那天没有吵架的话，他也许就能躲过这一劫。吵架？没什么。你们为什么吵架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么问可能有点唐突，但是我看你很在意的样子，如果你愿意说说的话，也许我是个不错的听众。老梁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片方有意请你来做我们的主题曲，你就帮个忙嘛，大才子啊！啊，你想想，只有你作曲，才有可能是我来主唱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没什么。小朋友不要偷听大人讲话，好不好？我们有话要说，你去忙你的。那如果我说不走呢？你会不会很没面子啊？啊？好，我走了走了，你慢慢聊啊。哎，你今天就放过我吧，这种太主流的事情我真的不适合。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纯定制的歌我真的写不来。我要赶飞机，我先走了。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嘛。那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喂，你大概几点钟离开的？7点多左右吧。然后呢？另一天就看到他出车祸的新闻。哦，对了，你一会儿还要去排练吧？嗯。好害怕回去啊。怎么办？我怎么又出来了？老梁，怎么了？又是这种通知？原来我的法宝就是你。怎么了？忘了还有他在。
这是什么情况？是对戏呢吧？老梁怎么也来了？听说你排流有点不顺利。不顺利？听谁说的？林浩英。这个死小子，我跟他对戏？不知道，但应该是吧。我对戏不顺利，遇到了你，然后你就给了我这个，对吧？对啊。可能林浩英有点欺负你吧，但没事的，他只是爱耍小脾气。老梁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被欺负的。啊，老梁，这个借了。罗，你走反了。啊！多亏你。来吧，从头来。不用了吧？我觉得还是量力而为。导演，这场戏我觉得干脆直接再 pass 掉。林浩英，你怎么这么麻烦？你到底能不能演？我是你哥，咱俩失散多年，好不容易相认，你明白了吗？行，来吧。你不姓欧阳，我也不姓贺，但什么都抹灭不了我们是兄弟的事实。别忘了，你姓刘。你还不明白吗？啊？我不是贺成，我是你哥。不是贺成，你是刘天成。对。哥哥。唐晨，进步太大了，有悟性啊！不愧是我看中的人啊！侯阳，辛苦了，坐。小何姐，刚刚那场戏演得不错，果然是被我骂了之后茅塞顿开呀。嗯，你刚叫我什么？小柯基啊。不让你这么叫了吗？我都叫了好久了，你现在才有意见啊？唐爷，你怎么这么怂？来来，继续，接着往下对，来。是梦中，还是？
似是咒，爱是。